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你来个尖叫声好吗？哎呦，哎呀，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熊泥吗？熊泥是吗？哇塞！他是 Rakuten 对不对？好像是 Rakuten 哦。哦，哇，一跳起舞来杀气好重，那颜色完全不一样。哦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你来个尖叫声好吗？这是我们认识的熊妮吗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哎，太意外 ，Rakuten Girl 对不对？大家知道了，平常就 Rakuten Girl， 他每天要在跳啦啦队，可爱的，我们从来不知道。各位，我们台湾有一个世界第二的国标舞者啊，熊妮。哎呦，啊，你跳这个国标跳多久了？我已经跳第十一年了。跳第十一年，你很资深的哎。对，因为我很小就在国外学跳舞。真的呢，有没有？哎，爸爸妈妈六年就砸了一两千万，天，真的花不少钱呢，对不对？学这个啊，你这个很辛苦啊啊！但是随着年龄慢慢长大，你去过黑池啊？我们是去德国公开赛哦，不太一样哦。德国那不一样，英国是黑池啦，最高的。你去比赛那个地方自来水杯？不是不是，舞蹈黑池？不是不是，你那是化粪池。太，等一下，差太多了，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一池啦。对，那学国标，然后后来当啦啦队的舞者。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？其实我觉得变蛮多，因为以前我的目标是想要拿世界冠军，嗯，但是对，因为今年就是我的舞伴，我的哥哥就是走了，所以啊，你亲哥哥，我的亲哥哥是你的舞伴，跟我跳十几年的舞伴，然后对，所以就是很突然，没关系，很突然，对啊，所以才决定就是好好的往演艺圈跟啦啦队努力，对，对，聊那么尴尬的话题，我，对啊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知道 ，sorry， 没关系。但是感觉你在跳的时候有带着哥哥那份力量，有，就是把他的那一份一起努力，然后表演呈现给大家。